鬼门关了后，今仔日是农历八月初一，地藏王菩萨圣诞。嘉义市长敏惠一早就前往前往北岳庙甲九华山地藏庵参与接受大典，恭贺地藏王菩萨圣诞千秋。包括慈父团队各级民意代表、地方各宗教社团、各里里长甲大批信徒，拢亲自到场参与，祈求地藏王菩萨保庇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农历的八月初一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，市长吴敏惠在上午八点行前往北岳庙担任祭典委员长，由庙方干部陪同，行上香献花献果祭仪，现场踊跃济济信徒共同参与，场面真隆重。随后，市长吴敏惠前往九华山地藏庵担任主祭官，地藏庵董事长吴俊松含各级的民意代表、邮局代表，阁有各里里长陪祭，在法师上经行迎佛第二之后，祭行三跪九叩受礼，共读祝文，同时献寿桃寿面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上重要，这个占卜品的部分，咱会当剩差不多要到3000分，吼，无人领回去。的时阵，咱就来救这只吼，病人吼，啊，加一挂迄个弱势团体，所以利用这个圣诞，啊，加这个这个依然分发类的，咱会当做足济布施的代志，啊，吼，足济人得到一挂吼，这个安心情安宁安尼，啊，所以咱伫市长的领导之下，嘉义市你话风调雨顺，气候有够好个啦，哦，不管是放水顶种种吼，大家拢安尼安居乐业，啊，所以咱希望哦，市长继续甲咱带领，啊，吼，这个嘉义市吼，大家人做好大，安居乐业安尼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感恩。谢谢，特别爱感谢咱地藏庵的吴俊松董事长、甲董干事大家支持之下，我想我们这一个农历的七月，代表着一个真特殊、真有意义。有人讲伊是孝顺月、孝顺月，但是我们更相信这是菩萨的慈悲跟有智慧。大家的心愿愿力能够集结起来，不但是办法会，更重要的是把大家的展抛品爱心，然后能够协助我们许多的弱势。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知影咱有菩萨的保庇，有人的辅助啊，大家在这里一起安居乐业。我们非常感恩地藏菩萨保庇的之下，咱大家人用上界正派善良的力量来推动，和咱家己、和咱国家、和咱地方愈来愈好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。九华山地藏庵长期赞助嘉义女中舞蹈班的经费，让学生会当无后顾之忧来学习。为着感谢庙方，舞蹈班的同学特别选择在每当地藏王菩萨圣诞的时阵，献跳接受舞。到即马已经有10档的历史。虽然以具有美感的古典舞为主，但是舞蹈逐档拢有创新，虔诚向地藏王菩萨接受，嘛为圣诞千秋的祭典来画下完美句点。最新新闻，就定孙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。盈利事业所得108年度2311亿，经济的发展，市政府在推动着许多的建设，一半的活动，还有民间力量的结合，大家一起来，让我们更多的人潮进来，那也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消费，看到嘉义市的好，整个都在动起来。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归功于所有的市民，大家共同努力。嘉义市会更好。亲爱的，我把车位变多了。除了停车场之外，今年底也会多了滑草场、清水空间，还有2处人行广场，势必会成为嘉义市最新的观光休闲景点哦，一起期待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
你也出事了。